你好，我是威密，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？帮我讲一个故事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是钢铁侠、奥特曼、孙悟空在街头大战白骨精的故事。钢铁侠他用英文，孙悟空用中文，奥特曼用日语，而白骨精可以在三种语言中随意切换。帮我把这个故事说完整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会尽力为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。从前，在一个充满想念的世界里，钢铁侠、奥特曼和孙悟空相遇了。他们都是超级英雄，他们决定在街头一起对抗强大的白骨精。钢铁侠非常聪明，他会说英文，他用英文对白骨精说 Hey, White Skeleton, you can't scare people with your spooky tricks. We will stop you and protect the city. 孙悟空则是用中文，他对白骨精说 Hey, 白骨精，你不能用你的恐怖把戏吓唬人们，我们会阻止你，保护这座城市。奥特曼则是用日语，他对白骨精说：“おい、ホワイトスケルトン、あなたの怖いトリックで人々を怖がらせるなんて見せない。僕たちはあなたを止めてガチを守るんだ。”白骨精听到他们的话后，露出了狡猾的笑容。他可以在三种语言之间自由切换，于是他回应道：“哈哈哈。”你们以为语言可以阻止我吗？我会用任何语言来吓唬你们。三位英雄面对白骨精的挑战，并且展示出他们的特殊能力。钢铁侠使用他的机械装备，奥特曼释放他的超级能量，孙悟空展示了他的神通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白骨精最终被三位英雄联手打败了。他们团结一致，展现出友谊和勇气的力量。故事的结尾，他们成为了无敌的好朋友，一起继续保护城市的和平。他们的勇敢行为激发了其他人的勇气，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。还有其他什么故事你想听吗？